蓬佩奥是什么人啊？大家都很清楚，民进党当局拉拢讨好美国的一些政客，甚至在美国大选期间还大肆介入选边站队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，美国人也看得很清楚。民进党当局啊，挟洋自重啊，不择手段啊，香的扑的，香的臭的啊，一起扑啊，令人吃了。第二个问题啊，这位肖女士啊，我想大家通过她的一番话，都感到她好像是美国人利益的代言人，为了美国利益不惜损害台湾民众的利益，说明啊，民进党当局为了以美谋独，完全可以拿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利益福祉做垫背。